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我们的这个脊椎它的一个结构是非常灵巧的。那么各个组织跟组织之间它有它固定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区域。但是如果说受到压迫的时候，这是椎间盘。那么因为年龄或者是姿势动作等等关系让它有一部分往外凸的一个结果，就会压到这边的神经因为我们这个脊髓神经这边是出口的一个地方，压到这个当然背痛或者是麻的一个情形就是下肢也有可能会有麻木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会非常严重。所以让病人的这个非常疼痛的状况之下，动作都没有办法照正常这样来进行这是椎间盘突出。那这个结构事实上不只是刚刚提到这个软骨椎间盘这个部分，这个骨头也是脊椎骨也是随着年龄的一个老化，它可能会有一点点挤压变形骨质疏松等等，它就会一样也有可能压迫到后面的这个神经而造成背痛所以到底是谁是元凶，是这个软骨呢，椎间盘呢，还是这个骨头呢？这个一定要您请骨科神经外科复健科神经内科的医师做一些判定来厘清以后才能够对症下药，而不是一味的就是吃止痛药或者是贴上一些什么药布这样来做治疗，还是要寻找它原因。不过如果说您想想看年龄大的那么发生哪一种痛的造成的一个影响是它的一个原因呢，就是骨头是原因还是软骨是原因，绝大多数是骨头退化的一个因素为什么？因为长久这样辛劳的一个结果我们的骨头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它的一个形状也会在日积月累中很像树干一样刻画出那样的一个痕迹出来，那造成这个背痛的情形。那背痛族群里面我们的这个上一辈的他们的一辈子的一个辛苦这方面的一个状况绝对是我们要多加关心的。这是16世纪在1565年的这个画作布勒泽尔这个画家他画的，他对农民的生活也多所琢磨。那你就可以看得到，你看看现在讲三班制各个不同的一个时间都有人在轮流处理工厂的一个事情或者是医院等等事情，你看这也是有人在正在收割，有人在做其他的一个动作，然后又在一天的一个时间里面要掌握得好，才能够把这样的农忙给他处理得好。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树干旁边就有这些人，他们一天的辛劳了坐在那个地方吃东西可是你想想看为什么不大家一起吃其他人还要接着干活，所以他们这个当班的正在辛苦的收割那么勉强囫囵吞的这一群人吃完以后他又要去轮替所以是非常辛苦的一个情形那也有人在树干旁边你可以看到瘫在那里因为日出而作到现在已经经过好几个小时非常辛劳的一个状况，他也要稍微休息一下。那其他人就在旁边那个地方挥舞着那样的，你看他们割的一个方式跟我们是不太相同，他们是镰刀大的镰刀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相对如果比较东西方农民的背痛的频率的话，可能西方会稍微少一点。为什么？因为他们比较不用像我们这个农夫要割稻子的时候弯腰的这个频率要那么多，它是基本上这个比较符合人体工学的这样的一个镰刀应该是这个是比较好一点。所以农民的辛苦我们要这个从画作中更加可以感受得到。时序往后推300年左右，大概19世纪中叶的一个时候这个有一位画家，这个巴比松派的印象派的画家，这叫米勒，他也是对农民的生活非常深刻的描绘因为他本身就出生在农家，后来也在巴比松这个农村里面生活了非常长的一个时间不是几个月，好几年的，甚至于就是蛮长一段岁月的时间，所以对农夫的一个生活非常
这个了解得很深刻，刻画的当然也就是非常深这个入理的那种状况啊。好，他的非常有名的画，像这个这个十岁，还有就是晚岛，所以画都不是很大，小小的一幅画，但是呢，把那个意境啊，描绘得非常深刻。你看看为什么他要讲晚岛？因为他出生在农村，他阿嬷就跟他讲，所以阿嬷的话很重要。阿嬷就跟米勒讲什么？他说，教堂的钟声一天敲三次的时候，你就要用心的祈祷。祷告一下，那么祈祷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你要先去想起那些逝去的，那些辛苦的，那些穷的，还有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要感恩，要知足啊。那这样的话，你才有动能，将来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去帮忙更多的人啊。所以这个米勒把这个牢记在心，也就把农村的那样的一个心灵层面的这种这个祈祷，把它刻画下来。你可以看到女生所呈现的，你看手双手抱在前胸啊，然后头低下来，非常诚恳的那个表情啊。所以农民的那份心啊，跟他的辛劳，米勒用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来刻画出来。所以祈祷可以让我们的内心平静啊，非常有用的，或者至少那样的一个心情啊沉淀的一个方式啊。好，这个心啊，跟大家报告一个五十几岁的一个年纪的一个病人，五十几岁，大家看这样的一个 X 光片啊，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啊？心脏看起来大小也还好，肺部似乎也还好，可是看到这边有白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影像，我们稍微再给它放大来看的话，这个白白这个地方啊，就表示这个曾经脊椎有问题啊，所以脊椎动过固定的这个融合的一个手术啊，所以脊椎的一个手术，刚刚提到骨头或者是软骨，我们处理完以后不是光处理完而已，那个问题啊，有时候还考虑到它的稳定性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必须要再给它做这样钢骨结构的这个帮忙啊。所以这个病人是以前有背痛，这次出现的是胸闷胸痛，然后出现了有两天的一个时间了、这个就是个心脏的本身的一个疾病的一个起伏是非常大的，而是非常非常危险。这样的病人通常也都是救不回来的一个状况。为什么？他就是出现胸闷胸痛，然后一去检查的时候，知道来到医院的时候，知道他是心脏方面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冠心病啊，心肌梗塞的一个状况。从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它有点狭窄硬化，到已经事实上心脏肌肉有缺氧的这个情形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是局部在这个地方啊，外面这个地方啊，心脏的一个外面的地方，中间因为有打显影剂的一个关系啊，所以会呈现出白白的这个情形啊。然后旁边奇怪，为什么有这么厚的一个阴影在那个地方呢？我们稍微再放大，给它从另外一个切面来看的时候，一样都可以看到这个蛮大的一个情形。然后在这里可以看得到，似乎啊，这个位置啊更往这个血流的一个位置更往这个地方过来，这是心包膜，所以这个表示心包膜里面有出血，就心脏本身已经心肌梗塞，所以是跳动不太好，心包膜外面又有积血，然后把这个心脏的一个跳动能力更加压迫，那当然这个喘啊不舒服痛的一个情形啊，冒冷汗的情形会更加严重啊。但是为什么它这里会有心包膜里面会有出血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冠心病啊，是这些冠状动脉，这是右边的冠状动脉，这是左边的冠状动脉，它狭窄，那么这是正常的状况，它狭窄，然后造成局部这个地方心肌的一个血液循环的供应有问题，严重的话就变心肌梗塞。那梗塞的一个结果，如果它面积范围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整个就可能会破掉，破出去啊。所以破出去的结果，它就会在外面心包膜这个地方啊，那个地方积血，所以造雪上加霜啊。所以要抢救回这样的一个病人是非常非常困难。这跟如果他心肌梗塞的位置是跟我们这个局部啊，这个脉动有关系的这个节律点，那个地方发生缺氧的时候，它也是可能产生猝死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整体的一个变化，其实都是原因来自于这样小小的一个动脉。所以一定要看顾好自己的心啊，不要让这个动脉那么早硬化。来，你们收看，再会。